接把他封锁。在赢，确定会赢的时候，我补他一发。干，他是给我钢铁韩粉呢。钢铁韩粉。有哦。啊，不是都这样叫的吗？钢铁韩粉。不知道，我跟韩粉不熟啊。我都是看新闻学来的啦。打二楼，车库那边还是卧室啊？卧室那边有台车推，他在车车推出吗？蓝通那边一只，车麦死哦 ，Jackal 死了。只剩一枪，我来了。蓝桶里面，蓝桶里面，快去捡他！小枪嘣一下就死。左边，不要！哈哈哈！真的很烂，我很怕干。我很怕，好不好？哈哈哈哈哈！风骚走位。